好，那个红的可以吗？哦，不敢放，就是。长沙站到了，现在去拿我订的车。没想到长沙还挺热的。感受一个城市呢，有的人是用 City Walk， 我们就是来感受堵车的。每到一个城市呢，都会去首先去逛一下他们的寺庙。来寺庙逛逛。敬请先上香。不要拆开，本地朝鲜上路，然后前往这条地国。还没有吃早饭，素面加一点咸菜，虽然有点烫，但是这里有空调，对着头吹。湖南省博物院看看的，结果没有预约，人还挺多的，于是我们就到这个湘绣博物馆看看龙虎纹绣。这还有这种小孩子的衣服，湘绣扇擦，应该是给他们扇子用的布袋。花鸟纹饰湘绣挽绣，这个很漂亮，都透着针线的光芒，都感觉有点立体的感觉。有没有 3D 的感觉？这是蜀绣，广东的粤绣，粤绣包含广绣和潮绣，广州和潮汕地区，这个就是苏绣了。苏绣，这个居然都是绣出来的，看这个毛色。看这个光影，这是今天订的酒店，也就是一个城市的风景吧。这个鞋好像是你可以穿，但是不能带走，带走就要扣钱。这里有一个沙发，然后这里是床，电视机，这里有一个写字台，这里是小吧台，有意式香浓挂咖啡，这里是一个洗手台，化妆镜，化妆镜，它是一个干湿分离的马桶和淋浴间。大厅还有公共电脑打印机供打印，还有这是应该是 Mac 看一下书，这边还可以无线充电，虽然是坏的。
知道的以为是在什么高大上的地方，其实这里还晒着棉被。是的，我也买衣服，我觉得衣服也很好。还是不好。都一个人，也需要忍耐，要经过的意外，才了解所谓的爱。今后的岁月，让我们一起了解。多少天长地久，有机会细水长流。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，奋不顾身，难舍难分，不是一般人的认真。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，时间每一刻在倒退，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。你就是我有意见的特别的人。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，有时也会失败，怕被淘汰，想去找一个明白。而我曾经多次的等待，未来你何时回来，人山人海，总有你的存在。有你我的爱，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，奋不顾身，难舍难分，不是一般人的认真。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，让那时间每一刻再倒退，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。你就是我有意见的特别的人。你的喜好，你的习惯，你爱吃的我都记得，你爱的高冷我做不来，可以逐渐适应着。我不会，你没睡，我不睡，即使第二天和你在一起会很疲惫。过得自由自在，美丽置身事外，陪你走路回家，在每个 all day or night， 也不能深陷情海。